个版本吧，其他两个我当时感觉从右边这种选出来就中后期打团了嘛，前期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。来了来了，冲了要抓，直接闪现拍 Q 到闪现跟姿态拿到一血，哦，这一波的闪现贴脸给 Q， 然后再拍幽怨意思。骚分这一套操作有点行云流水啊，说实话，绝过来有给高特给吓了一跳，过来能不能反打？两边都是没，这两个都是没闪的，哦，没有闪现的，直接被粘住了，粘住了。等一下又 Q 啊，但是 Q 还有三秒四秒啊，不行了，还行还行，那这波的话是姿态拿到一个一血，下路也打了起来，真的是强了。刚子哥被 Q 了一下，很危险，给了个盾，这边要反打了。哎呀，Crystal 死了。这 Crystal 自己的位置出了点失误啊，他直接被巴德给定墙了。哎，这边两个辅助之间的较量，闪现给E，哇，漂亮！无敌，拿到了一个双闪。他这两边都姿态拿到了一个人头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又打起来了吗？露露过来想插巴德，巴德看着感觉可能很危险，一次血吗？还是被蝴蝶给拿下了。是的，蝴蝶三个头了。哦呦，蝴蝶！而且你看他出了装备，体队怎么死？高德伟拉了一下，等绝绝直接闪现踢，再加一个。哦呦，这波伟神的演技到位了，姿态上当了呀！上当了，上当了，这波上当了。而且下路闪过，哦，有空档还可以。哎，就是露露狂点，这露露好活跃啊！我这露露，露露伤害感觉很高，变形，感觉要死了，很危险。摸一下眼，但是骚分，姐姐没闪的，哎呀，哎，露露已经接头，接近暴走了，哇，黑头小子蝴蝶。哎，露露其实肥起来挺那什么的，给团队 buff 挺大的。这可能在自己手游队伍打习惯了，因为在手游队伍自己是大哥，拿几个头没问题，队长嘛。哎呦，闪现过墙，直接定住，配合剑。但是露露有大招，这波能杀掉吗？有点难。君燕林要后退了，但是 Crystal 的血量很低，四把脑袋也是做通道过来，但这边的话有骚分呀，骚分过来还有 R 的，直接被想击两个。司马老师虽然躲掉了，但是还是要被骚分追死。君燕林想换掉 Crystal， 好像伤害不太够，还有一个盾，这个盾好厚。而且最过分的是，他过来 R 了以后，虽然说司马老师交闪现很快的躲开了这个保龄球，但是 Q 技能挂着，感觉又想拿下路开刀，感觉下路现在是打得最热闹的，中路偶尔过去撩拨一下，上路压根没人去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两边的打野好像都没去上，都没上路。下路挂住了，又是平野流闪现给大击飞。哦哟，平野流感又要死了！哇，这么针对我小平的吗？完了，马哥也被害了。哎，你说现在马哥会不会就是往左边看一眼小平，然后，哎，毕竟是个解说，死亡眼神是吧？死亡眼神呀，绝绝！哎呦，绝绝这边也被流到了，骚分拿到了，瞎子拿到了瞎子的人头，是继续追又 Q 到了，但是还要上吗？还要打。好凶啊！出不足，再等下个 Q， 挂上了，哇！骚分414的瞎子，你们又 TP 来自姿态，司马老贼再次阵亡，有完没完？瞎子又来了，又对平野林下手，小平一个大招，要保自己，能保得住吗？完了，哎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还交了个死亡闪。小平现在心里有一句话，跟我打解说杯的时候不一样。那肯定不一样啊，我感觉强度还差一些。他现在的感觉是，我的队友应该比解说杯的队友强。为什么感觉这么难带？主要解说杯对面没这么磨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骚分太凶了，要杀疯了。又来吗，骚分？又来。哟，闪现过来还要追，打到无人能挡，但这波的话被羊撞起来。哇，奥恩第一次出现在了镜头当中，和队友一起，但是没什么作用。姿态是侧翼大招逼出了背身的一个闪。他只想说用这个帮忙留一下，但是队友根本不在旁边啊。大人头能不能拿下？哎呀，走位躲开了，有点夸张了，进去。哎呀，哎呀呀，直接套失落，队友也来了。哎呦，刚子哥很硬。说实话，咱们一开始在讨论两边的，哎。这边 TP 有没有机会？伟神有高德伟，先给一个 QW， 先杀蝴蝶的大人头吗？还是先动刚子哥？好像大招啊，直接拉死，还有个大人头不拿。再追，哎呀，没有给到 Q， 但是一速打出来了，还想再追吗？伤害可能不太够。哎呦，这波还这把蓝色方第一个敲死的不会是蝴蝶吧？还差两个，我看了一下，有可能。中路上来抓，三个人你跑不掉了吧？姿态有闪现，但应该不用交了。姿态还是懂得比较诡异，但伟神最近练的是挺多的。又挂到 Q 了，哇，这也要上的吗？骚风，哎，杀疯了，又是一个 RQ， 再拿一个头，一个单杀。圣僧收手吧，圣僧615，这个有点夸张了，他刚才不好流畅啊。主要他出的这种装备都是 CD 装，就是来玩帅的。对，这个 Q 很快，对，非常快。哎，你敢欺负我兄弟，那我只能来了。又挂上了。想要杀刚子哥有机会吗？伤害不够，给了个盾，
喜羊羊顶在最前面，蝴蝶又被 Q 到，维克多在旁边给个一技能，骚风直接踢了进去，摸姿态往后拉，这边北神在退，有机会帮他吗？好像没什么机会，大招还在手上，两边都是打了两三个残血出来，但是没有人阵亡。主要对面伤害现在是真的不够多呀，伤害不够。哦，而链接龙魂被发现了，嘎德威没闪。哦，好大血，但是嘎德威也被打到了。干得伟上当了呀，伟神！伟神这一波被定的就是等队友对手多一点，确保你跑不了。这波还是挺搞的。伟神想，六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搞我平队。哎，这波过来，但是伤害感有点不太够。露露顿了几天，哦，被王松拿了下来。大头。但那边的话，圣枪哥还想作战，给了一个大招，得绝绝，绝绝是拉开。圣枪哥现在很寂寞呀，用心情你懂吗？感觉。这么晚才来拿啊！这把没什么人控资源。是的，都在打架。又是中路找机会，马哥闪现躲一下。红色帮的人都在附近啊，杨撞起了前面的刚子哥。刚子哥，刚子哥能换一个，可以，但是被踢死。盲僧进去一 v 四，我的天，这盲僧胆子太大了。盲僧也是个大头，这波有点小错。哎，这波很关键。又是盲僧拿到瞎子的人头，而且后面还能再追吗？毕竟现在正面是优打猎啊。好像不太能追了，包一下，圣枪哥，包一下这个冠军上单，先把塔给换了，你不要跑，先拿个塔前啊、闪现躲了一个撞，哎，这波感觉能走啊，对啊，感觉能走，追不上了，对方追不上，哎，但是前面有防御塔，炼金龙魂最高，其次是海克斯，对，最高就两个星龙，哎，这边撞一下，但是被 W 挡掉了，圣枪哥，哎呦，直接二闪踢过来，圣枪哥是死掉了。完成一个大招，大招三个人，而且后面这个盲僧怎么办？骚风想单线死马老贼，赶紧绝绝保护一下。骚风这边有点落单，还要杀马哥吗？马哥被踢掉，好像没有机会击杀。高德伟是残血过来，骚风正好 Q 到了高德伟，但是自己被定了一下，但是侧翼死马老贼被丢掉。啊，骚风这边也是杀掉了一个 C 位。那这样的话，绝绝虽然有血手，但是还是要死啊。姿态这边请示平野林，平野林是进入伪装状态跑掉了。这一波有点尴尬的是，有队友在后面想杀这个骚风，然后有队友。过去那个三个金身的李翔去打，结果两边哪边都没杀掉，是打得有点乱，有点乱。平野林又被刚子哥拿下人头，平野林几次了？七次，七次了。距离腿哥说的还有一次，应该能完成。两个人在比赛是吧？马哥也七次了。马哥说这个不能怪我的，对面有一个叫骚粉的一直在那里盯着我 Q， 怎么办嘛？太流畅了，搞心态的呀。哎，巴德的塔又进入了人，但是盲僧又来了，骚粉又是瞎子杀瞎子，骚粉这边应该要死了，发枪拿到一个人头还不错，但这里的话感觉打完之后也没什么大招了。哎，说实话这场比赛应该把艾罗莉叫来的啊，盲僧打不过瞎子呀。是这波才死了两个盲僧。对啊，这波确实是盲僧打不过瞎子呀。这把还一直是瞎子杀瞎子。对，现在很难，真的很难做出来。哎呦，中路直接上来了。现在正面要不就 all in 打一个人，把这个圣枪哥弄一下，还要打正面。刚子被踢过来，这边很危险，感觉要死了。但这边的话，维克托的混乱伤害太高了，换掉了一个瞎子。这边的话，维克托还在追，司马老贼要闪现，司马老贼是没有死，但是皮野林怎么办？皮野林又死了，零杠八了，平队。零八八至少这个数字很吉利，对不对？确实。躲在泉水里面放大吧，马哥什么时候受过这委屈？就在今天呀、啊！就在马哥上一次受委屈还是上一次？一个羊撞两个，但是没伤害能跟啊。硬手啊，还是伤害确实太……哦呦，这姿态的伤害直接把奥恩给打残了。要不然再玩一波？24分钟，直接要退家了吗？哎，要守要守，赶走了还能活着。闪现撞，但是被骚风给躲了。哇，骚风又秀起来了，直接把后排的给切掉，以进为退，有点帅，说实话，真的帅，这把杀爽了，真的。我感觉骚风在这场比赛里面把自己所有的盲僧技巧都展示了出来，确实是来表演的，是来表演的。就建议盲僧使用者把这一期的盲僧各种操作啊，就剪回去，剪成小集锦，慢慢学习，可以做成教学，对。哎呦，刺他这身伤害直接秒掉了平野林，完了呀！怎么受伤的总是平野林啊？一杠九了，沈江哥也是过来，江哥捡了个头，很开心。这里有一个针眼，夕阳感觉也跑不掉了，一往后拉，后面有马哥，感觉要被马哥帮忙定一下。哎呦，草船借箭，身上插满了毛。
刚子哥想表演。现在就是兄弟们争镜头的时间到了，下路的兵线也快到了，下路要刷数据了，要刷数据。嗯，刚子哥突如过来，瞬间感觉有自信了。但是小兵有人头了呀，一个大招啊，没盯住，过来 Q 也没盯住，减速给到了，兄弟们上不上？盛强哥眼里只有他。哎呀，大招先拆塔，大招。但是这里靖开大直接收掉了一个人头，第二枪也中，第三枪也中，第四枪走回来中，这就是人情世故呀。奎斯到这边是给了高德伟一个头，是的。但是下路一直把高地破了，而且骚分赶过来了，骚分没有踢到人，还好。这边想踢，哎呦，被 W 给挡了，盛强哥好 W。好，一个羊一个撞击的盛强哥，这边要动谁？骚分，骚分又被撞了一下，一直在空中，骚分倒地了。盛强哥，哎，这边贝克多过来了，能不能撕一下？贝克多，谁过来先杀一个马哥？姿态很急，全是残血，看这个金身的队友打出一个回血阵，姿态这波有点力挽狂澜，配合盛强哥可以反打。皮野林，皮野林被直接走了五路了，好惨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两个人应该可以推平基地了，感觉可以顺势一波的啊。全场唯一两双数据啊，小平，小平，全场唯一两双数据，十个篮板，十个助攻是吧？对对对，十篮板，十助攻。然后这个，哎，守住了，这都没推掉，可以，经典复刻啊！多少血？400血。哎，不行，还得再 A 一下。啊，两下很急，他现在对面先走远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呀，他被发现了，还有姿态，大招小弟。哎呀，谢哥被定了一下，在那边还能继续打。啊，有 A 有 A， 一刀两刀，哎，不 A 了。盛强哥，何总啊！盛强哥跟姿态，这两个人太搞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合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过去也稍微等了一下吧。哎、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很体面的接触方式。对，哎，很体面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说把你团灭了，也没有说虐血，哎，把你加成了。体面，体面，可以。然后日后说起这场比赛的时候。